美中贸易谈判关键内幕流出，美高官报中共引发天下大乱，经济断崖，吉利汽车销量腰斩。美中贸易战焦灼，7日美中新一轮贸易谈判在北京登场。知情人士透露，美方代表团要求中方代表拿出能够说服美方如何确保其履行承诺的具体方案。西方国家对中共的不信任还表现在 5G 网络上，美通讯专家指若中国掌握并垄断世界 5G 市场，有可能将城市武器化，由利用城市 5G 作为进攻手段引发天下大乱之忧。帮助福建晋华发展半导体产业的台湾联电已有逾百名记忆体人才回流台湾，这是今年第一桩半导体人才大举回流案例。中国经济下行，车业巨头吉利汽车12月中国市场总销量大跌 44%。 美国副贸易代表格里什 Jeffrey Gerish 中美贸易谈判焦点是如何确保北京会履行承诺的方案。海外中文媒体大纪元编译报道，华尔街日报1月7日援引知情人士透露消息称，周一美国副贸易代表格里什 Jeffrey Gerish 领导的美国谈判团队敦促由中共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领导的中方谈判官员提出确保北京会履行承诺的方案，这将是中共缓解贸易战的关键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知情人士举例说，中共此前表示将会购买美国商品，美方希望中共具体说明购买日期及产品项目。另外，北京此前公布部分有关市场开放的法规草案，美方谈判代表敦促中共保证不会在审批、环境监管和其他领域使用政府权力变相阻止美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中共过去从未履行承诺，导致美商面临进入中国市场的障碍越来越高。川普政府的谈判官员表示，他们不希望这次与中共的交手再度陷入这种毫无所获的结果。据了解，美方正在思考确保北京会履行承诺的方法，选项之一是维持目前对中国商品的惩罚性关税，直到北京履行承诺为止。美国商会执行副总裁鲍麦伦 Myron Brilliant 表示，过去的经验将影响目前的美中贸易谈判。最关键的是，川普政府是否有意愿在没有任何确保北京遵守协议的监督、担保以及执法工具的情况下，接受北京提出的一揽子计划。美军官警告中共 5G 垄断，需防自动驾驶汽车杀死行人、无人机飞向客机法。广中文网报道，朝鲜日报8日引述美国彭博社于美国当地时间5日发表的报道，指曾在特朗普白宫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的美国预备役将军警告称，如果中共支配了 5G 移动通信，中共将城市武器化的时代可能到来。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报道说，提出这一警告的是美国空军预备役准将罗布斯·斯波尔丁。彭博社拿到了他的政策建议书，他在该建议书中提到，中共想支配 5G 技术和网络的欲望将给全世界带来重大安全威胁，必须构建新的安全的通信网，挫败中共的支配。据这位美国空军预备役准将罗布斯·斯波尔丁说，如果中共支配了有几十亿个设备连接起来的 5G 网，中共就将具备让全世界大乱的能力，还能构建起大规模的监视网。斯波尔丁还说，如果中共掌控了物联网市场，中共可能将城市武器化。据他解释，也就是说，自动驾驶汽车可能会突然冲向人行道，杀死无辜的行人，或者无人机可能飞向客机的引擎等，发生致命的状况。他表示，通过 5G 世界的关联性越是进一步强化，面对中共的扰乱就会越脆弱。报道指，斯波尔丁提出的对策是应该在三年内构建能监视互联网装备的网络，在物联设备进入中共管控的瞬间
就切断和中共的连接，使其孤立。该报道说，特朗普政府明确表态，在自动驾驶汽车运行、人工智能等被称为第四次产业革命神经网的 5G 方面，不会接纳中共技术和设备成为世界的标准。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中国车市惨，吉利汽车12月市场销量暴跌 44%。 据华尔街见闻报道，随着中国车市持续衰退，吉利汽车今天也公布数据指出，该公司去年全年总销量为150万辆，仍低于原先预期的158辆，其中12月销量更较前年同期大减 44%。 此前汽车业咨询公司 Zozogo 便估计，中国去年汽车市场总销量将较2017年下降 3%， 为近20年来首次下滑。而该公司执行长 Michael Dan 更表示，因消费者信心不稳，加上市场不确定性，2019年将会再下降约 5%。 事实上，近日摩根士丹利 Morgan Stanley 也指出，随着中国国内需求缩减，将会对中国国内品牌销售造成更大影响，因此大幅降低吉利汽车目标价，并将其股票评级下调为减持，受此影响，该公司股价三日下跌 8%， 除创11个月内最大跌幅，市值更蒸发12亿美元。据台媒经济日报报道，2019年以来，联电已有逾百名记忆体人才回流台湾，这是今年第一桩半导体人才大举回流案例。报道指出，联电坦诚，原本编制为福建晋华研发 D2AM 的团队约300多人，因美光控告福建晋华侵权及窃取营业秘密，美国也限禁相关半导体设备和零组件出口给晋华，导致福建晋华生产线停摆。有业界指出，目前已逾百名记忆体人才回流台湾，未来可能会有更多赴大陆人才回流台湾。阿波罗网林毅综合报道，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